香港歌手杨千嬅拥有精湛的歌喉，曾推出多首脍炙人口的好歌，深受广大歌迷的喜爱。近期他正忙着展开巡演，然而日前在中国厦门的演出却被大部分粉丝投诉场地又脏又乱又差劲。有网友发文投诉自己购买了价值580元门票，但是座位布满灰尘，部分座位还有积水没擦干，而价值480元的座位椅子靠背只有1/3，十分不舒服，视线甚至被大黑板遮挡，根本看不到演出。此外，观众们的脚底下还踩着满是泥土的烂地，场地肮脏程度掀起热议。主办方也在事后发文称，因连日的降雨导致部分座位未能及时清理，对到场支持的观众深感抱歉，以后会好好与负责人沟通。厦门体育中心也回应表示，30000人的场地很大，肯定会有清洁遗漏的问题，演唱会结束以后也会统一做清洁工作，同时也承诺下场演唱会会是干净的。